其实仁义潭水库现在正在办理水库清淤，水库的欠水量直直落，无法度调节南潭的水位。虽然讲前几天连日方面带来降雨，但是嘉义市政府考量到南潭应该喷泉的设备安全，将对4月30号阴暗6点半开始暂时停止水务演出，未来将会依照着水位回升的状况，另外来公告恢复演出的时间。嘉义市南潭应该喷泉设施长度和相关水条管道拢达到50公尺，对面个105年自月七三启用个单已经超过8吨，是目前台湾上界大型的上设型应该喷泉淹水设施。不过受到仁义潭水库目前正在进行水库清淤的工作，水库欠水量降到剩无20%，无法度调节南潭水位。嘉义市政府考量南潭应该喷泉设备安全，将对4月30号开始暂停水务演出，未来将会依照着水位回升的状况，另外公告恢复演出的时间。根据我们观察水库的高度，其实南潭水库的水位还是下降的趋势，所以我们经多方考量之后，也决定在4月30号的晚间6点30分，先暂时将音乐喷泉停止演出。那实际恢复的时间呢？我们会当再视水库水位的水情状况，再来另行公布。请各位游客朋友们预做游程的安排。那在水舞没有演出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晚上还是有月影潭心，白天也有南潭的步道以及嘉义大学的美景可以去参观，请各位游客朋友们多加利用。虽然南潭应该喷泉暂时停止演出，但是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，南潭周边有三星亭、月影潭心、跟公园、宽潭步道，如果想要进一步前往后山步道和嘉美亭的游客，买当选择伫咧月影潭心来借 U bike 骑车前往。伫咧风景区边啊，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嘉义大学南潭校区，包含着嘉义大学的昆塘馆，阁有植物园。校园内面的合作社也有贩售各种嘉义大学自产自销优质的农特产品，非常推荐民众到嘉义市区来佚佗。最新新闻，张定松、王小山，嘉义市彩虹报道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老公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到以后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就觉得好有压力。你跟他一起新手爸妈吼？对啊，就是第一次生小孩嘛，也没有顾小孩的经验，然后要担心的事有点多啊。别烦恼啦，咱市政府哦，其实有足侪资源拢会当来运用哦。就讲啊，咱即马家己饲吼，都好运专车补助，只要是这个孕妇啦吼，吼坐这个计程车来到咱医疗院所吼来看医生，还是来做这个产检吼，市政府拢嘛有补助，因呐吼会当来省你的荷包，吼啊，佫会当吼，哈你咧省去这找车位的麻烦呢。那真的太好了，以后去医院产检还有看医生就会方便很多，搭计程车最方便呢。对啊，佮有哦，佮有孕妇的产前检查补助嘛是有哦，相关哦会当补助3500块哦。真的、哦，我以为只有搭车才有补助哎。哦，也佮有，也佮有，我佮有新生儿的这个筛检补助啦，会当哦，等恁这个宝宝出世了吼，提供相关1000块的筛检补助哦。这样政府这补助很多哎，真谢谢你，司仪大哥。别客气啦，除了咱这个产前的补助佮服务吼，第三楼呢，全公司生育津贴啦，到宅坐月子、育儿照顾、喘息服务都有哦。哦，那这样真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难怪人家说嘉义市是幸福城市。嘉吼拢是咱家己的特色服务啦，为着呢，就是要让咱家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育儿时阵会当减轻因的经济压力，同时呢，嘛给所有的家庭上大的支持。世世代代好听起，大大细细拢嘉义，这就是咱幸福的嘉义市。